哦，白同学来这个澳门，拥有发现我阿巴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阿巴的实车，来，看，先不要跟人家摸，你看伊这种卡网诶，来了，我来。直接我来翕网看好啊！跑车就是不一样，什么鸟车一点都不麻烦。哦，这卡布我敢那赞呢，哎、欸，我第一个看到这种的实际的车，哦，因恁放后边好水呢，你看。哦，我讲这因这讲迄中置引擎，我讲放在后边看真赞。来。哦，敢那水呢。哦，无怪这台讲看那真，这可能我陶瓷刹车哦，啊，这唔是，这唔是陶瓷刹车。我看这连皮寸就偌济，啥物？295-295-3019。我要是这两块脆皮肉真水呢，吓、啊。做牙跟一般车子完全。内底生出安尼啦，我这是右驾，右驾长成这个样子。然后我来看它前面的铝圈，来另外一边看好啊。嗯，来较早我看一下啦。我这看成是 S2000 的车头的呢，真神啊！迄种车无天窗哦，哦，伊无法度做天窗。然后他的驾驶座就这样子，一部上也丢了。我看伊表是偌济，他的表到那个350公里的，啊头前，哦前后赔两斤啦，235-3519。我就浪花式的大跌了。啊，这对我较开酷的。真帅呢！我原底对奥迪的车是无啥物概念，但是我着咩讲，因为我拄啊含小恩恩来，含小恩来这个澳门这咧自由行，我着拄啊好提早一站停着伊个码头，我着看到这台吼香盖盖，我着遐想哦，这只敢马巴，结果着是啊，好了，恩进来啦，你看伊可笑的，拄啊咧做伊操。